你先走吧，你和有信有事瞒着我，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出去，有信还在里边，你让我怎么走？你不走不行啊！真把自己当成新娘子了？至少在今天晚上，跟他成亲的人是我。那好，我也不怕告诉你。打从杨家楼一砖一瓦建起来，我就在这儿了，直到再无一仙站住脚，我就从来没有离开。 要走也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今天晚上和有信大婚的人是我。原老板，这杯喝不下去，我们要闹洞房了。是我村长官。开玩笑，给大家祝个兴。接着喝，接着喝。是，我村队长，这酒啊，得慢慢喝。诸位，今日见我杨家楼摆亲，又有小松宫殿下光临。 拿不出像样的菜品啊，那是说不过去的。我这就亲自下厨，做一道杨家楼祖传的全蛇宴，给大家伙尝尝。全蛇宴，好，好，好！殿下您稍等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有事瞒着我，还故意把我支开，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 村长小姐，我们是某村队长派出所来接应你的，你还好吗？队长呢？在等你的汇报。走。行。村长小姐，你伤得这么严重，还是包扎一下吧。不用，赶紧回城，快走。 蛇宴可是要真功夫的，我很期待。队长，时间过去很久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着急，把杨家楼前后盯紧了，看他们有什么动作。是。 曾大小姐，前面就是乐府阁，我们还是绕道走吧。为什么？没有时间绕道，我要尽快见到木村队长，快走！行。久等了，殿下。殿下，久等了。殿下，正所谓秋风起，三蛇肥，现在正是吃蛇的季节，本地的野蛇鲜嫩。 补气血、强筋骨、通经络，正是无上的美食啊！你看这道叫蛇岩四针，不光有蛇丝，还有鲍鱼丝、甲鱼裙和鸡脯丝。这道呢叫双蛇戏珠，蛇用的是三索线，珠用的是白鹅蛋。
中华美食博大精深，不知道杨家楼传说中的潜龙在渊，和这些蛇肉蛇羹有关系吗？殿下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这道菜啊，杨家楼根本没有，没想到殿下还惦记至今。殿下，您赶快动筷子尝尝吧。 您不动筷子啊，这整屋子的人都不敢动筷子。哦，是我失误了。慢。殿下，这些蛇都是野蛇，没有经过化验，有没有毒还不知道，不能轻易食用。 可能木村队长平时没有吃蛇的习惯，蛇肉本身是没有毒的，这毒素啊都在蛇头的毒囊里。这所有的菜蛇胆都去除了的，殿下，您可以大胆食用。木村队长多虑了，当这么多人，难道杨老板敢下毒吗？殿下，我没有怀疑杨老板，只是为了您的人身安全着想。杨老板。 由你先动筷，如何？殿下在这里，由我动筷，好像不合适，也不合规矩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想殿下不会有意见的。这个，杨老板，为什么还不动筷？ 木村队长，你可真有意思。你说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杨老弟他做的这个蛇肉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他敢端出来吗？啊？好，他不就是个试吃吗？是吧，杨老弟？我来吃这第一块。 殿下，在下失礼了。为了您的安全，简直是人间极品呐！ 木村队长，您站在这儿，是等着我被毒死，然后给我收尸吗？木村队长，您要站在这里等宴会结束吗？殿下，请。好。来，这位先生，请。罗成看来失败了。 再等等，妖婆子，我罗成所到之处，绝不能让你活着回武夷。
然是你，竟然还没有死。爷爷我没那么容易死，要死也得拉你做垫背。真刀真枪跟我打，你这样子背后偷袭算什么本事？对付你们这些禽兽没那么多讲究，今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高手来报，松岛洋子在前面外不远处发出信号弹，表示已桥到西三面行走，前面驻军已前去协应。真的？是。下去吧。是。牧场看来失败了。杨老板，你真不愧是大师，美味，每一道菜都很美味。不过这场宴会可能是杨老板最后的晚餐了，我劝你抓紧时间洞房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不过我敢保证，你没有这个时间了。殿下，这道菜名为龙蛇飞舞，选材用的是皮色亮丽的果树茸，这皮肉下边的骨肉肠全都已经掏空了，酿进的是蛇肉、鸡肉、虾肉还有火腿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蛇舞动态的完整性，实为全蛇宴的主菜。等最后上了这道主菜，那咱们就真的没有退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确认罗成失败之后才能动手。在这之前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小松宫尝这道菜。我说的都听明白了。哎，慢，殿下，这道菜可有些讲究，不可以这么轻易品。殿下，这道菜是我独创的，要说其中的讲究还是我来说比较合适。哦，这么有趣，我非常想知道，说来听听。殿下，这道菜啊，它其实实为是帝王之菜。这蛇肉它得切成九大块五小块，完完整整方可食用，寓意为九五至尊之意。这么麻烦吗？嗯。
这就是你和燕子的计划吗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这是全设宴最后一道菜。我把刀藏在蛇腹当中，等上酒的菜的时候，我会想办法靠近小松翁，跟他讲解这道菜品。这趁他不备，拔出刀来挟制他。你他为人质，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。虽然说这个办法很危险，但是如果松岛洋子成功的回到了无意县，我们就只能这样了。 这是你们鬼子为了防山贼自己埋的地雷区。我追你追得紧，你还真的忙中出错跑到这儿来了。你杀了我们多少同胞？记住了，小爷叫南山俏罗城。啊！ 殿下，松岛洋子，松岛洋子他。洋子怎么了？殿下，属下不懂事，对不起。殿下，松岛洋子他在前外进去了雷区，不小心去碰地雷，已经殉职。你确定吗？是。 按你说的，这道菜要分开后才能食用。是的，殿下。六子，来，把这道菜给殿下切块。喝了啊！好喝呀！来，莫村队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了？还是我们杨家楼的菜不好吃啊？ 得分更妙，我非常美味，菜非常美味。够，你们在这摆婚宴，暗地杀了杨子，现在证据没了，我在殿下那里拿你们没办法，对吧？您说什么呢？你说呢？ 你疯了，木村，你做什么？啊，殿下，对不起，是给我解释。杨老板大喜，你如此放肆，拖出去，三十军棍。殿下，你。
弟兄们，哥给你们报仇了，说好了，当初我们要一起回来，英雄饶我人。你老英雄不英雄，大哥说什么好就好啊。大哥说什么好？ 谈成什么来了？但是你倒是说呀！千刀万剐，要他死！好，哎，这就补得好。好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。 殿下，不能再打了。是啊，殿下，本君牧尊队长可能是一时酒后想起了伤心事儿，绝非故意所为，还望殿下手下留情。够了，既然杨老板为你求情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 真动手了，才受到松大洋子的死讯，这事儿怎么收场？可不能再出现这样的状况。这次算逃过一劫，可是木村刚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就让他来呗，看他还敢不敢跟我们作对。六子，别太天真了。虽然说小松宫他不喜欢木村刚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是日本人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燕子说的对。 刚才我在外头看见丁梢的，应该是小松宫派来的人。他这个人果然是狡猾多疑啊。虽然是杖责了木村刚，也只是为了放松咱们的警惕。看来他对你们俩的婚事并没有完全相信。今晚你们两个必须要洞房。外面丁梢的人还没走吗？ 回屋休息吧。我不困，你睡去吧。我知道您心里不好受，要不我陪您说说话吧。有幸洞房之夜，想不到是六子你陪我。掌柜的，他这也是没办法了。你知道我跟他是多大认识的吗？我就知道。 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姚信从小是个孤儿，我爹把他领进家门，我看着他特别土气、木讷、傻里傻气的。我天天捉弄他、笑话他、麻烦他。可是他一点都不生我的气，还处处维护。 帮我赶走欺负我的大孩子。后来他做了爹的学徒，
我就看着他一天天的变得俊朗了，个子长高了，我就越来越离不开他。如果有一天我看不到他，我心里面就空落落的。人家都说。 我跟他，我俩是青梅竹马，天生的一对，郎才女貌。我爹也一直把她当成是未来的女婿，可是有心一直都没对我开口。他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，他只是把我爹当成他爹，把我。 当成他的亲妹妹，你就是我亲妹子，你哪见过啊？亲兄妹，这么胡闹开玩笑的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这叫多了，假的都成真的了。你看我说过，咱俩呀，咱俩就不可能。但是我跟你之间，他不可能是爱人，明白吗？ 怪，就怪我们俩没有缘分。我们做不成夫妻，就做兄妹吧。六子，你知道你们家掌柜的，他那个倔脾气，认准的事情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以后跟伙计们说。 杨大哥，我们现在躺在一张床上，可这个婚是假的，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组织，你知道的是吧？当然，我知道。他会抱我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他要是抱我，那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不行，外面有盯梢的。 我该怎么办啊？这背靠墙啊！可是我一动作，燕子会不会误会啊？难办。他要是尖叫一声，我们不就暴露了吗？让怎么办？他在做什么呀？不会吧？难道他在脱衣服？ 听老人说，洞房之夜男女之间不会吧？哎呦，挠不到，你蹭不着。哎呦，不管了。天哪，他转过身来了，他转过身来要干嘛？ 不会，这不会。杨有信同志，请你自重。啊，我很自重啊。我知道，这都是权宜之计，我不会做什么的。 把衣服穿上。
没脱衣服，我穿着呢，不相信你可以转过来看。他会不会骗我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杨大哥不是这样的人。可是万一呢？燕子姑娘，要不我下床睡得了？他要下去睡，那我要怎么回答他呀？同意？不同意？哎，我要怎么回答他呀？那他要不下去，我怎么和组织交代呀？我说不清啊。那你下去，别着凉啊，杨大哥。啊，不会，不会。一件事情，你别笑我啊！你说，如果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这么躺一晚上，明天我是不是就会生病啊？啊？不是说了让你别笑话我吗？这事儿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没跟什么人结过婚。啊，我可以郑重的告诉你，绝对不会。真的？真的。老猫跟你说起我的时候，都讲了些什么呀？他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没什么好话。我不信。你真的那么想知道，老头怎么评价你的？老猫，既像我的老师，又像我的大哥。我对他的不舍和尊重，不少于你的。光武会能坚持到今天，跟他是分不开的。从他那儿我知道了，什么叫小我，什么叫大我。小我就是顾好自己的温饱足矣，而大我是要解救天下同样贫苦的百姓，并为此奋斗终生。好想老头。好想让他看到我长大了。他会看见的，在天上。真的？他会看见从我们的手里解放武艺。没骗我。我带你们回去吧，我带你们回去吧。
杨子，如果你说这个杨子，他怎么会跑到雷区去了？目前还不清楚。这片雷区啊，当初就是穆孙刚带人布置的。胡说八道，说什么为了防山贼？哼，这山贼啊，是一个没炸死，现在反而先把自己的人给炸了。哼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呐。好吧，你快去，快去告诉杨大哥，刘成回来了，我们把他扶进去。来，慢点。你扶着他，我拿枕头。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好吗？去找个大夫。好，好。东方美人，昨天你大婚都没来得及道喜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呢？伤这么重，还能捡条命回来？哎呀，我是谁？那山脚罗成还支不住一个婆娘。少说两句，好好歇着。掌柜的，你答应过，如果我杀了宋道杨子，你就从现在起，你是光武会的一员。小毛他们。洒洒沾巾雨，皮皮侧冒风。花然山色里，柳卧水声中。弟兄们，哥看你们。小毛，你也下去了。你去陪大毛，你知道大毛从小就糊涂。就当替哥下去照顾你们，都是杀鬼子，不约都是英雄。我罗成一直想当英雄，你们才是，没有你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连个屁都不是。你们别着急，等哥再多杀几个鬼子，就下去陪你们。
鲜花盛开，我看见有鲜花。